久等了。哇，就这了，这就是惊喜吗？我做这个很辛苦的。那就将就着吃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跟韩允娥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关系，都是他们乱写的。你懂什么？我生气的根本不是绯闻好吗？而是这么完美的照片，竟然不是我拍的，唉，简直又毁我天桥一姐的名声。没关系，他怎么自拍就好。我不。